你也够位啊！啊，你咧人叫无妈脸啊？内底有人伫咧无？无人伫个啦。无人伫咧，佫会应声。好啦，啊，老人叫吼，快来看卖咧。自动门奈无开啊？再用一遍。开开。我是灰牛，哎呦，我都知影灰牛你啦，什么来得讲？我靠，我靠，多谢大嫂，我好啦，阿爹无，阿爹家，要阿金吗？阿金，你是咧？大嫂，你啥物人啦？啊，这文件蛮新呐。啥物啊？哎呦！对啦，哎呦喂，阿金嘛看卖，阿金嘛看卖，爱食口水，没咧口水啊，你肥到我可爱，所以有钱，富豪，哎呦啊，你的囡仔我细个还那了袂好啊，开讲呢，妈妈，我拢无看过人是一粒圆圆的呢，我就当我去煮油啊，抽油煮我较肥咧，大嫂，风太来飞袂去啊，对啦。哦，阮母仔囝来看车，是想讲要来投靠你啊？哈？你讲要来投靠我？我着知哦，想讲哦，哎呦，过年过节拢也无咧拍招呼的，啊无代无钱对家来，一定有原因的。真是安尼嘞，其实我也是真挂念你啊，只是踮伫阮的港湾，我的翁婿伊一命破病来死，可是想袂当到，阮弟兄。又搁欠债，如今阮的厝无法度倒转去，我又搁是一个查某人，手无白家自然，只能带囝转来咱的乡里投靠你啊！啊，这可怜哦！哎呦，啊，若讲着我吼，嘛是哦，迄无良心的人啊！啊，既然吼，迄老爸老母拢无伫的，咱嘛甲别人哦，好啦，啊，毋过吼，你较委屈的呢？安怎讲的？吼，啊，若知影哦。间厝哦，原本哦三间房间嘛，啊一间哦，我讲哦，恁阿兄你伫咧住啦，啊另外两间原本拢人客，啊真哦，迄人客哦，大家拢也无咧来，所以哦，我饲两只宠物，一只乐乐，一只画衣，啊拢因咧困咧，啊哦，迄位哦嘛袂敢锁一个，锁伊就困袂去，所以哦，我想讲哦，啊无哦，你去迄后尾啊无五间尾遐啦，遐互你困。阿嫂，阿奶，不要紧，只要有所在，他好我囝有，我住倒位拢无要紧。有影哦，你家己讲要大哦，我无甲你勉强嘞。多谢你，愿意收留我。啊，你对后壁一直行无，行到尽头，丢路四路走路四路走到九如一路呀。